Waterbomb 肌肉男神看不完，陈英又失身热舞，粉丝超嗨。也在韩国 Waterbomb 音乐节性感高跟热舞，妈妈木华莎也不遑多让，辣度破表。韩国场超强阵容，就连宣传电影《死侍》与《金刚狼》的莱恩·雷诺斯和休·杰克曼也和粉丝们一起喷水玩疯了，不免让人期待九月台北场了。除了火辣女生，还有超级养眼的男生们个个失身，连带天才车银优一身白衬衫被水喷湿后，身材若隐若现，性感指数再提升。以选秀节目 Produce 101 C 位出道的江丹尼尔，不止调皮秀腹肌，还表演 Produce 101中的主题曲 Go Wannable 回忆杀。演说派代表白虎江东浩一托粉丝嗨爆，B2B 的李明赫直接放大绝，自己裸上身外，身后还邻居大鸡鸡欧巴们一起跳舞。